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做房车分购基金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公布局长无断开做伙活落去的计划，要提供受到疫情影响无收入的局长自由工作者，一个月免费过停，而且佫提供工作费做伙来度过时期。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妈妈。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女儿。我们还能继续演出吗？做风车剧团伫台顶演出近两年外以来，受到疫情影响的表演艺术者共同的心声。因为疫情经营三十年的做风车剧团也受到影响，不过还是决定扩大规模继续走落去。即马佫推出计划，要帮助其他同款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工作者。因为表演一停掉之后，唯一的收入就没有，大概5000万。带来之后，其实我们疫情一过一点点，我们就赶快表演。表演完之后又赶快还掉一点，疫情又来了，又不够，又再去借，就是说那感觉上风雨飘摇。然后我觉得永远是大家互相扶持，可以走下去，所以才会想到说我们增加员工，然后增加这种技术，剧场不断气这个计划。做风车文教基金会推出的计划，要让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自由工作者免费加做风车团队进行一个月演员也是技术人员的进修课程，而且还提供工作费，希望可以让疫情危机转作剧场工作者进步的机会。那整个计划从即日起，我们预计到6月14号、我们会报名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进行书面的审查之后，然后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告，6月我们一直到7月20号，我们来进行这一系列培力的共创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做风车嘛，伫现场感谢文化部加企业的帮赞。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等咧近期透过修法，和赞助文化产业会使抵免税金，希望和民间企业更加有意愿投入资源。记者高坤张水特别报道。